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北翻面小编。看我刚刚那副身体着火的影片，当我们真实遇到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做呢？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吧。看完这个实验之后，大家应该知道身体着火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了吧？记住三个步骤：停、躺、滚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。